姑姑跟我来。 两月有，你让子歇忘我于川。我来看一看。公子歇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此事难办。月儿可看了我的书信？姑姑还没有给月儿。我把信给烧了。姑姑怎能如此狠心？只是你这封信来得太不是时候了。姑姑，子歇等你的回音，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 你为何不能成全子歇？不是我不想成全你，是太晚了。我望月儿咫尺之间，月儿望我阴阳之隔，我让他知道我还活着有何不妥。你最好让他以为你已经死了，这样对他最好。我曾经听他亲口对魁姑说，世间再没有以往的芈月了。我不信，月儿她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要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？ 实话跟你说吧，她有了身孕，怀上了大王的孩子。公子，还是把芈月忘记吧，只当过去是一个梦。抱歉。